我这样推举是不是一个高角度的主持都得提高一下啊？是不是？然后我再给他低角度的主持是再上来。低角度的一个。所以我们在吹的时候，吹卷的时候，尤其是吹纹理的时候，我们放下去的卷都是低角度的，自成自然落差的一种下腹肌的一个方法。好了，我们吹完这一片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拿这块板子去吹？是。这样吹出来。单独的把这一块法推推，它中间这个缝隙要不要跑的？要。取前面的三分之一做中间，取前面的三分之一做到最前面。那你感觉头发吹到位的时候，它的光泽度到位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再去管它了，它也像我们冷风一吹起，它的线条很自然出来。而且在压法分的时候，我需要这样压过去的时候，我们提拉的角度要很讲究的，它必须带张力，每一根发片都要带着足够的张力。我们在压的时候，压这个发片的过程中间，九十度提拉，我们必须九十度，然后直接往这里压过来，高的。风口进风是法片与滚珠的间界的地方进风啊。很自然落差的一个。两片法片直接一下。两片法片主要是法根与法盖之间的一个连接，我们像这地方，如果这个容易按照这个线图，按照这个部分图上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放在肩膀上，说完这一句，我们是不是去到这一区呢？对对，上面是吧？那既然我们在 A 型的过程中间，如果我要是给它吹远的话，是不是水平法片全部这样吹上去的？是。这样吹上去是不是很圆的？是。那我现在需要的是，不需要它有多大的一个，不需要它很圆滑，不需要一个圆的位，画一个斜线划分，一个斜线划分的一个分区方法。头顶的发根是最重要的，头顶的发根如果头顶的发根很重要，所以头顶的发根是千万要把它的一个夹夹子的时候，你不能给它夹死掉。
往前。